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是衔接本委员会的召集文。首先请委员推举临时主席，请推举。请赵委员来主持会议。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一、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案。二、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李俊毅委员；二、姚文智委员；三、陈其迈委员；四、庄瑞雄委员；五、赵天麟委员；六、古拉斯尤达卡委员；七、赖瑞龙委员；八、洪宗义委员；九、吴其明委员；十、黄昭顺委员；十一、陈超明委员；十二、杨振武委员；十三、林立产委员；十四、徐正卫委员；十五、陈怡杰委员。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进行选举事项，请宣读。选举本会召集委员，宣读完毕。那就先念下来。就是先推两个检票。好，好，那我们今天要选举召集委员两人，由本会委员以吴继明单计法票选产生。那我们现在要推举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那是不是有我们那个推荐的？第一个林立产委员。好。解发票，解金票。对。两位就可以。有两位了哈，一位是发票员兼唱票员，然后另外一位委员计票员兼监票员。林立产。那林委员有没有意愿？监票了。监票。真的、啊，那所以这样有共识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请Glass 委员担任发票员兼唱票员，然后由立场委员林立场委员担任计票员兼监票员，好对吗？哈 ，OK， 好，那再来我们要决定投票截止时间及开票时间。那投票截止时间到中午十二点为止，这样，那就看大家意见了。哦，他说如果全体委员提前投票完毕及提早进行开票，不过大家都很有经验，要不要提早一点还是怎么样？你说什么？大家都很有经验的，要不要提早一点？对、啊。对。但我们十二点是不是有公布啊？都委员会自己决定就可以了。那黄委员建议十一点，大家觉得可以吗？好，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投票截止时间为上午十一点整。如果全体委员提前投票完毕及提早进行开票，好，那请监票员检验票轨及清点选票。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投票。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位委员都已经投过了，所以我们要进行开票。报告选举结果：应到人数15人，实到人数15人，发出票数15张，有效票数15张，无效票数0张。赵委员天麟9票，陈委员昌明6票。本会召集委员经选举结果，赵委员天麟、陈委员昌明当选为本会召集委员。好，散会。